本身嚟講嘅咧，任何人比較緊張咧，個血壓係比較難控制啲嘅。大部分人就唔係長期緊張嘅，啊咁多數都係嗰排某一啲原因啊，考試啊或者交數啊嗰啲時間比較係緊張啲嘅啫。咁但咁通常嚟講嘅咧，如果譬如話嗰啲唔係一啲普通簡單嘅，因為情緒上嘅問題影響血壓咧，咁好多時都係放完大假休息完啊。或者交咗功課啊之後咧，多數大部分都會改善嚇。咁呢啲情況其實你問我嚟講咧，係只係需要改變下生活習慣啊，點樣控制自己嘅情緒啊，點樣所謂嗰啲叫 stress management 啊，咁可能已經足夠了。